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这一位22岁的年轻妈妈艾达·阿米拉，在本月10号晚上9:10到9:40之间，在安曼再也城镇涉嫌虐死自己的3岁女儿，而被提控误杀罪名。今天，艾达·阿米拉被押往第四庭后认罪，法官谕令9月6号下判，而被告的最高刑罚为30年监禁、罚款或两者兼施。